高兴啊，你们再高兴也没有我高兴，因为我跟我儿子照片终于弄出来了。过年了，马上就把它粘墙上。大家都认识我儿子，他是谁吧？没错，韩德君，辽宁男篮主力中锋啊啊，人称功夫熊猫，我呢叫功夫小猫。我跟我儿子长得像不像？哎，我把我的五官那个基因呢、啊、都遗传给他了。个头不够高。什么玩意儿？个头基因？随他妈，你说气人不？哎，我这老伴儿啊来了。哎呀，看看我老伴儿高不高？主动追求我的，你说气人不？啥事儿啊，喊我呀？赶紧帮我把照片粘到墙上。哎呀，我那锅里还炸着丸子呢。我帮你去炸。哎呀，你还不得炸得跟乒乓球似的？你放心，我保证按篮球的尺寸去炸。我也哪有那么大的锅呀？你说他气人不？你说。行，我去了啊。你给我看着，别炸糊了。好嘞。哎呀，这过年呢，干不完的活儿，那这就给我派活了吧，还粘照片儿。闺女呀，把胶水给妈拿来。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，又支持我！哎呀，给你这胶能行不？能粘住不？妈，你放心，这个胶水强倒了，照片都不带掉的。哎呀，这胶水这么好使啊？啊，胶这么结实啊？我哥拿回来粘篮球用的胶啊，妈，这胶可厉害了。前年我爸拿俩钢盔给我粘个球，踢两年我都没踢开。哎呀妈呀，那你可得小心点啊，别把胶给妈碰洒了。哎，我知道。哎呀，真好看，爸的照片真好。哎呀，好嘞。哎呀，我让你别把胶整洒了，你说你这孩子干啥啥不行，到底整洒了吧？妈，你碰的好不好？我碰的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一会儿你未来老公公就来了，那我赶快收拾收拾。妈，别动，粘上。这胶这么好使？我爸说了，这个胶瞬间就粘合，一秒钟就能粘得结结实实的，你烤都烤不开。妈呀，那可咋整啊？这炕一会儿得坐人儿啊。妈，没事儿，我听我爸说五金店有卖溶胶剂的，那玩意儿抹上就开。哎呀，好闺女，那你快跑一趟，赶快去，快去快回啊。行啊，又支持我。呀。这亲家快到了，我得迎迎去。那啥，老头子，丸子炸好了没？小心炕啊！知道了。还小心炕，以为我能偷吃咋的？确实挺烫。哎呀，告诉你们大家，一会儿我就相亲家，我那亲家顶不是东西了。前些日子我到他们家去串门，这老哥倒好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就四脚拉胯的往那么一坐。不骗你，就这么一坐，哎，我连进门站起来客气一下都没有。咱不能跟他一样，咱是有身份的人啊，咱是有素质的人。一会儿只要他一进门，我立刻起。我立刻起怎么起不来了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谁把我的胶弄洒了？这下可坏了，完了完了。我来给你拜年喽，拜年喽。丁家，拜年好。我今天主要是给你来赔礼道歉的。赔什么礼道什么歉？你不上次你到我家吗、我喝多了没站起来迎接你，失礼了。今天我给你鞠躬道歉。道歉。我鞠躬道歉了。道歉呢？什么意思？我爸的意思让你站起来一边去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好嘞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还记仇呢？这长，爸，红红好好说啊。好。亲家啊，
你就好好坐着啊。哎，你千万别起来，你要是起来，你就是我儿子。你妈呀！说啥呢？治不了。跟我抬杠是不是？咋的？这是在我家，我是主场，你是客队。再说了，我就是想起来，这实力也不允许。哎，爸，你俩这是干啥呀？一见面就掐，一见面就掐，都掐大半辈子了。今天咱就别掐了，咱是客队。哎，我站着敬你酒，诚心诚意。站着喝酒不算数，有能耐你上炕。上炕就上炕，上炕。我要擦你，你这是、哎、这鞋子。哎呦，喂，咋的？烫着了？什么的烫着了？亲家，啊，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？大过年的，炕整的冰凉冰凉的，啥意思啊？怕费柴火呀？你太抠了吧？谁抠啊？红梅啊，那有的是柴火，来，使劲烧，烧的越烫越好，什么时候把你爸烫跑了为止。放心吧，叔，让你和我爸别掐架，那堆柴火肯定剩不下。好，儿子，哎，今天你当裁判，当啥裁判？我们俩就坐炕上喝，谁也不许假装喝多了上厕所顺着尿道跑了。对，咱谁先下炕谁是孙子。这你说的哈？谁先下炕谁是孙子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这俩老头真能闹，你瞧瞧，你俩真当孙子了，管我叫啥呀？我还烧炕吧。青姐，来吧。青姐，哎呀，我这是我有个担心的事儿啊，我担心咱孙子将来以后的那个身高，那高度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们家隔辈遗传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啥数？你太爷多高啊？1.91米。你爷多高？1.47米。你爹多高？2.01米。你多高？还是1.47米。我这担心有道理吗？你有什么道理啊？咋的？你整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啥？你们家娶的是儿媳妇儿，我嫁的是姑娘，这基因跟我没关系，是你们那头的事儿，懂不？你没喝酒就懵了你啊？还真是哎，你真是。行了，那哎，看看我跟我儿子合影，刚粘上的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不错呀。嗯。哎呦，你瞧你这身高，哎呀，你都快长到你儿子那个脚脖子上了。什么脚脖子？到胯骨轴子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这张照片好。哎，你儿子抱着你呀、啊，像抱孩子似的。什么抱孩子？懂不懂？咋的？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抱他、啊，他长大之后要抱我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啊，这就叫回报。好，这张照片有寓意，我喜欢。哎，还有个更猛的，你看不看？嘿，还有个珍藏版的。嗯，怎么？扣篮？什么？暴扣。我知道，篮球，啪，暴扣。对，哪儿呢？想看不？哪儿？想看不？哪儿呢？嗯，在这儿。你看啥呀？递我一下。不是这个，这个。啊，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傻你？我还行。这扣篮呢，就你这抱着扣，这抱着扣啊？韩德军的扣篮都是他小时候我手把手教他的，知道吗？就这张照片我都发抖音上了、啊、知道吗？那点击率光光的。真的假的啊？爸，这事我能证明，我在抖音上看过。你看过吧？老火了，都到抖音去看看，这张照片点击率光光的，那热度蹭蹭的，那热呀，那家伙老热了，真热呀，这是烫热吧？啊，还行。那个红凯啊，啊，别烧了啊、哦。没事，我不累。咋的？那这孩子真缺心眼了。憋得受不了了吧？还可以，扛不住了吧？马马虎虎。儿子，啊，你叔热得受不了了啊，接着烧。哎，哎，别烧了，别烧了。烧。哎，别烧了。烧。别烧了。烧。别烧了。停。
你俩这是累撒脚吗呢？啊！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是烧还是不烧。烧，好嘞。哎呦我呀！哎、坐地下了呢，热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亲家你来了，你看接你还走两岔去了，你接我去干啥呀？妈，啥味儿啊？虎巴区的呢？烤肉了？烤什么肉？烤腰子呢？赶紧上炕吃饭。我上炕好吗？哎呀，听我的，最好别上。哎呀，亲家都让我上炕了，不听拉倒。哎呀，亲家啊，你咋样？这菜好吃吗？啊，对呀，咋回事啊？你俩烙饼呢？老伴儿啊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现在是动不了了，是不？何止是动不了了，我都快化了。哎呀，老伴儿啊。赶快想办法下炕吧，别在这丢人了。你今天是指定输了，还指定输？我今天就定死了，我都不带输的，我都不带下地的。红雷，来、啊、烧！哎呦妈，还烧啊？都成电磁炉了！别废话，烧！哎呦妈，别烧了，烧烧！不是烧啥呀？烧！小子，给我！我啥嘛给你，咱别整了啊！不是，今天我看你俩动不动。小子，哎呀妈！哎呀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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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哎哎！老巨，刚才你说的谁先下炕谁孙子，你准备认输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这是活动活动。哎，咱们是说过谁先下炕谁是孙子，但是也没说必须在炕上坐着呀，我可以站炕上啊。哎，老巨，你这抽筋的秧歌扭的不错呀。亲家，咋的？你就可一个劲儿唠啊？哎呦我家，你是高手啊，你可太厉害了。我也想挪挪屋啊，但是实力不允许啊。哎呀，我给你俩整冰皮去吧。快点，快点！不要命！爸爸爸，找队长，找他，找他。哎，我说老巨啊，我发现你这人喝酒这么埋汰呢，啥意思？你拉了一炕，那多大点事儿啊？扑噜扑噜不就完了吗？爸，哎，哎，哎呀，老巨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今天咱们是会亲家，不是认爹，你给我跪下干啥呀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刚才刺啦一声是不是当开了？静月啊，你可露大脸了。我再露脸我也比你跪得强。我的妈呀，洪凯啊，继续烧。哎呀妈，叔别烧了，这都烧跪下了。谁、咋的了？ 你快来吧，你看看。哎呀妈，静月你咋这造型了呢？粘上了。你也粘上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说你们俩这老东西呀， 大过年的会亲家本来是个喜事儿，你说你俩非比谁扛烫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说都多大岁数还那么较劲呢？都成亲家了就不能互相让一步吗？
你说孩子的婚姻大事儿，到现在你们俩一句都不说，有你们这么当爹的吗？亲家，要这么说，今天都怪我。不是，你要这么客气的话，我觉得今天这事儿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，怪我。哎呀，行了。你早这么谦虚，这是何必这造型呢？你看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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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你可回来了！不是，啥玩意儿糊了？妈烤肉了？嗯，烤肉了，还烤猪蹄了呢。不是，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快给我吧，都粘上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好玩了！傻小子，快把火撤了，把它烧了。哎呀妈呀，爸呀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这咋粘这么一大片呢？快点吧，这还有一个呢。对呀，这还有俩猪蹄呢。哎呀，不不不，这还有我爸呢。慢点洗啊，慢点来。哎呀妈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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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我手都起泡了都。哎呀。我估计我这屁股都秃了皮了。不是你这俩老头咋整的？这不让你还说啥呀？你要早点回来就没这事儿了呀。妈，你又赖我，是我哥给我爸邮了一件衣服，我去取去了。真的？你快点试试吧，这是儿子的新衣服。对对对对，试试试试试试，是不是礼服啊？哎。